各位同学可以听到那个这种音乐跟普通的音乐不大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像刚才东西好像娃娃要走的感觉。然后等一下你再继续听我们下一首曲子吧。谢谢钢琴姐姐王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。下一首曲子是由蓝地邦同学所带来的烧块版。烧块版是一种曲子的节奏，翻译成意大利文就是 Allegro。这首曲子节奏也是很轻快活泼。那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蓝地邦同学所带来的烧块版 Allegro。